Hello，然后今天呢，就是我在华信的最后一天，不是最后一个晚上了。这学期已经结束了，到现在。然后其实我周三交完论文就已经结束了，然后周二我其实就考试，我周一考了三科，把我给累的，因为这三科就是最大限度了吧。然后我这学期还是算顺利的，我感觉时间过得挺快的，但是考试的那几天感觉时间过得超级慢。就我从上周就像闭关一样的，从周四周五都在学校里面度过，然后我就从学校坐校车回到家以后，周六周天两整天都没有出过门，就是待在家里面，然后就是门锁上了，周五门锁上了以后我就再也没有开过门，因为我就在家里面有面条嘛，我就自己煮点面条和酱啊什么混在一起煮，我就这样度过了两整天。然后周一去考了三科考试，我周二考了一科，就终于把所有事情都做完了。然后今天我买我的那个口红特别红，因为我今天去那个 MV 买了很多东西带回国，然后我的这个口红呢就是 Beauty Cottage 那个，然后我最近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自从考完试后我就特别想要一个正红色的口红，因为我没有嘛，然后我就感觉就是正红色在什么年代都不会过时，就感觉如果没有的话老是缺着点什么，所以我今天就入手了。然后我现在哦，对了，还有我的头发，我发现我以后完全可以自己帮自己剪头，因为我头发这个前面这个刘海也是我自己剪的，我觉得挺好的。然后后面本来我头发这里长长了嘛，然后后面就是会长撑出来就很难看，然后我居然就自己一只手像这样拿着一个镜子，然后另外一只手拿着剪刀剪这边，然后再换过来，然后再剪这边，然后我头发后面剪的还挺齐的，你看一下，应该看到，反正我也看不到，反正就是不知道现在齐不齐，但是其实洗完掉梳直掉是齐的，所以我觉得我还挺厉害的。然后我打算回国以后都是我到时候可以帮我爸剪头，然后如果可以的话应该可以，也可以帮我奶奶剪头，就是我外婆，然后反正都行，谁的头我现在我觉得我挺自信的，我感觉我都能剪，像我朋友王璐她的头发都是我帮她剪的，就也不是都是，就是他现在的造型其实我帮他剪的，就是他长头发嘛，我帮他剪了，就是有层次感的剪短，然后还有他的那个叫什么空气刘海一直都是我帮他剪的，所以我现在还挺感觉挺好玩的，然后挺有自信的在剪头方面，所以我果断决定要带着剪刀回去，然后帮他们剪，然后或者是我自己修。好，然后现在我就不说那么多了，反正等会儿我要开始收东西了，拜拜。刚刚忘记说一件事情了，看我纹身了，其实开玩笑的，不是纹的，它是王璐送我的那个贴图，然后你只要贴上去以后弄点水，过一会儿它会自己脱落，然后这个图案就出来了，而且这种图案它能坚持好几天的，所以我打算回国第一件事情就是骗我爸妈，告诉他们我纹身，看他们怎么反应啊，拜。然后第一样的就是这个口红，就是我现在涂的这个正红色，然后这个口红是那个泰国的一个牌子，我已经把包装袋拆开了，就这个叫做什么 Beauty Cottage， 然后
我第一次买他们家的这个口红这个产品，我像现在这个相机放在床上，所以特别低，然后再分镜，所以我只有经常往后靠，就很奇怪。然后这个是我发现的，就是本来没打算买，然后突然发现这个东西它是泰国的那种，泰国的那种产品，然后它是，就是长头发的，然后我帮我爸买的，然后因为它脱发，然后就试一下，死马当活马医现在，然后我还帮他买了一个染头发的，这种呢其实很方便，其实这种早就有了，只不过从来都没有尝试过。它是就是泡沫，你看到它的上面有图，它就是像洗头一样的就可以染了，就是泡沫，然后就是把那个挤出来，我也没有试过，可能就是在头上像这样揉，然后就像洗头一样很方便。我觉得主要是因为这种对那个头发不会有影响，那就是对头发那个不是不会有影响，就是伤害比较少。然后在那个60元泰铢的日本店，相当于国内10元店。然后我买了两样东西，都挺神奇的。一样是这个，它是刷脸的，它看着像那种，你懂的，就是不像刷脸的，但是其实它是刷脸的，然后洗脸的，然后这样洗比较干净。然后因为我现在买了一个香皂，然后我需要，我之前的那个洗脸的是那种自己挤泡沫的，然后这个呢就可以再用那个它里面带的这个东西，可以搓你的那个香皂，就后面的这个指示，然后搓你的香皂或者是你的那个洗脸产品，它就会搓出这种泡沫来。然后我买这个的原因是因为这个还有个密封袋，到时候我可以把我的香皂啊什么的装到这个里面，因为我经常会来来往往的，就不会固定待在什么地方，所以这个还是挺需要的。然后我爸的要求要买一个这个擦脸的，我帮他买的是这个牌子，还是这个牌子还是挺有名的，就是男士的洗脸的 Bulldog，应该就是斗牛狗什么的，就是因为包的就是斗牛狗嘛。然后这个是抗老化的，然后我帮他买的擦脸的，然后还有还有些我私人用品就不解释了。然后这一袋呢，就是我之前也录过视频，就是那个叫什么韩国的那个辣鸡面，特别特别辣，然后我打算给他们，给我爸我妈尝试一下，我妈应该不行，然后给我爸尝试一下。但是我听说不丹人吃辣，他们特别能吃辣，因为我有几个不丹朋友，然后他们都跟我说他们吃这个辣的干拌面就是一点都不觉得辣，然后还不仅不觉得辣，还自己又往那个里面加了一些辣椒。所以我觉得不丹人吃辣的能力，我觉得不比中国人差，因为像我们是来自云南的，也已经很喜欢吃辣了，但是都比不过他们，我感觉。好了，这些就是我今天买的一些产品，然后我现在差不多，看我房间有没有很乱，看着还好。我现在差不多，等一下，我现在差不多就要去，收东西了。然后，如果再不收就很晚了，因为已经到了最后一天晚上吧，可以这样说，在华信的最后一个晚上。好了，拜拜。When
the money's all gone and you lose your whip, you might lose your grip when the landlord's saying that you do for rent. Hello. 然后我们两个现在坐上了去往曼谷机场的那个大巴，然后现在他有点担心他的猫，太担心了，我心里面就一直感觉哪里不对，奇怪。因为他的猫接下来要跟那个我表哥带着，然后他还要带一只狗，所以我们现在就觉得他会不会两边顾不上。然后现在我们已经穿上了很厚的衣服，就是昆明现在很冷，然后就待会见，拜拜。什么鬼？What the fuck？ 我们刚刚进投币进去了，然后它这个东西卡在这个边边上没有下来，好像失败了。它一直都是在这里吗？天哪，心好累的，等了多久？将近一分钟了吧，这个程序。天哪，天哪，真的是。发生了什么？太开心了！刚才我朋友帮我问那个之前考 ESL， 因为我一直没有收到我们老师发的邮件，然后他刚才发 message 跟我说我考了500分，然后 Barry 说我不用再读 ESL， 太开心了！来 high five！ 我的。我们现在已经到抵达昆明了，然后现在我们都很累，而且飞机晚点，然后现在我们等行李。对，等行李其实等的时间也挺长，我们先出去吧，不然太奇怪。
然后我们会在这个一号这里等行李，但是估计要很长的时间。感觉怎么样来回国？太累。太累。这是一段累死人的旅程。好，今天奔波了一整天。对，已经好几个小时，终于到了，而且特别冷。Hello， 然后你可以抒发一下你现在的感受。妈的，怎么下来？我已经等了半个小时。对，我的刀子来了，他的就一直就没有来。现在整个人全身充满力气。而且我觉得我们入海关的时候，那个签证官就把我们的护照单啪的拍在桌子上，然后让我感觉到很失望，就是刚回国第一个那种语言的接触就是这种，对，就直接把那个护照啪的拍在桌子上，就像我们是犯人一样。现在还要再等行李，对，我们现在在等待。然后我的已经到了，然后还有一些人在等着。我现在已经坐上我们家的车了，然后这个是我妈在开车，然后这是我爸，看不见，然后我们现在就回家了。